莹莹呢？莹莹，她还睡着呢。这丫头，心可真大。哎，伯父，你说这叶小天真的会来吗？一定来。这小子沾上毛，就是猴，猴精猴精的。 你们几个在这等我吧，我一个人进去就行了。哎，大哥，你看里面的人都凶神恶煞的，我陪你一块去吧。不用，他们都是我亲戚，能把我怎么着？大哥，不行，夏家人蛮不讲理的，带上云飞跟你一块去。对啊，不用，谁都不用。我可是老夏家的姑爷，他们还能打姑爷不成？那可不一定哦。得了，大哥。 小子，好本事！李国舅那么尊贵的人，让你略施小计，便给气跑了。其实小天也没什么本事，只不过是在玩斗兽棋罢了。小吃大，大吃小。李国舅他约束比较多，也就顾忌比较多吧。你以为我是夸你呢？说吧，什么条件？ 你能放过莹莹？伯父，我喜欢莹莹。想升官，我老夏家20年之内保你升5品，如何？我喜欢莹莹。
想要钱，老夫送你万两黄金如何？我喜欢莹莹。喜欢美女？好，老夫送你十位美貌少女如何？我喜欢莹莹。我看你是喜欢死。我知道您心里在担心什么，可以后的事谁又能说得准呢？那我就该用自己女儿一生的幸福来赌你做不准。三年如何？你给我三年时间，如果在三年时间里我解决不了这个事情，那我就再也不纠缠莹莹。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。小千哥，慢点慢点，快点。哎呦，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怎么主动提出跟我回家呀？还买了这么多礼物。你是不是嫌我丑啊？嚯，你要干嘛啊小姐？好好好好好，我叶小天呢从来都没有见过像夏莹莹这么美的仙女，可以了吧？你以为我不尴尬？你说我一个姑娘家家的跑这来见你爹，那我不是想让我爹看见我的决心吗？突然变得这么懂事了，走吧。别弄我头发！哎，翻脸比翻书都快，我给你弄好。你少胡扯你啊！你说二弟他回来了，你还替他去坐牢？那他人呢？他也没有跟我说他要去哪儿吗？你这，我不是怕你们担心，我才提前回来的吗？你还在那胡说八道是不是啊？你给我说清楚了，你现在还长能耐了是不是？还夜不归宿，你净学坏了。你别打了，爹在这儿呢。打，给我狠狠的打，这小子就是打得轻了。你个没出息的东西，你要能有你弟弟一半的本事，我也就放了心了。大媳妇儿，狠狠的打。哎呦，老大，又在这训父呢。二弟，小二，爹，我回来了。你真的回来了？那可不是，你看看，真回来了。我就说他回来了嘛，你也不信。爹，其实呢，我前两天偷偷回来看过您一次，不过当时是冒充我大哥的身份，你没看出来。这姑娘是，伯父好，大嫂好，大哥好，大家都好，好好好，好，夏姑娘，这家里太小了，委屈你了啊。没有啊，没事，大嫂。小二啊，你这孩子，坐牢也不跟家人说一声。你要知道，你的家人不是只会看到你风光的一面啊。爹，那我不是怕您老人家着急上火吗？小二，那现在这案子了结了吗？
了了，全都了干净了。否则你想，就算我不在这大牢里，我哥不也得在大牢里替我蹲着不是吗？嗯，好啊，了结了，好，了结了，好啊，这做官都不让人安生。小二，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？啊，爹，我现在呢还有一帮朋友，所以我暂时还得住馆驿，估计这家里啊也住不下。而且我想，既然这朝廷都不追究我的罪责了，想必很快也会让我官复原职，所以啊，等着复职令下来，我恐怕就要回湖县去了。不过爹，您老人家放心，儿子一定会时常回来看您的。二弟啊，啊，你刚才说这夏姑娘她爹是什么官来着？叫土司，那是多大的官啊？哦，对对对，这个多大的官嘛，不好说。但总之呢，在他管辖的地方，所有人都得听他的，而且啊。你看咱们当朝首府也有到任的一天，但这土司呢是个土官，他是世世代代相传的，就算是改朝换代了，人家的江山还得坐守。哎呦，真好。所以昨天晚上我没法在大牢里蹲着，否则的话我这漂亮的媳妇儿就被人给抢走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哎呦，这媳妇儿好看。不是不是，夏姑娘长得真俊俏，多好看呢。伯父，你看，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。哎，那个大嫂，这是我给你的，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，我就挑了个最贵的。啊，哎呦，最贵的，那大嫂最喜欢了。哎呦，真会选。这太贵重了啊！哎呀，真好看，快给我戴上来。小二，这姑娘爽朗纯真，惹人喜爱呀！爹爹爹，好看吧？好看！哎呀，哎呀，真好看。小天哥，嗯，我不想回家。傻丫头，我当然知道你不想回去了。你想啊，之前让李国舅那般招待，后来又让他大大的丢了颜面，你爹脸上也挂不住不是？可是是他自作多情啊，我为什么要看他的脸色？好，就算不提李国舅，你爹现在不是也看我不顺眼吗？可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他都是你爹，也是我岳父啊，所以呢，咱们也不能招惹他。可是我不想回去啊。你呢，就乖乖的在家里头好好等我，我呢一定会尽快的想办法把我身上这些麻烦的事都处理掉。哦，对了，我呢已经跟我爹商量好了，他已经答应了，只要我在湖县站稳脚跟，就全家搬到湖县来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长相厮守的在一起啦。那个时候啊，哪怕你见了我烦死了，我也得走到哪儿都带着你。好吧，那等你有时间了一定要来看我。错，是必须来接你。宁儿姐姐，好了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也不知道做什么好，但还是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没事啊，我跟小天可是同生共死的兄弟。嗯，我走了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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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说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？上坟啊？哎，你这个人，哎，上次是你让我去求那些富家女给你的义卖捧场的，跟人家买点东西，怎么还心疼了呢？我不是心疼，就这活你找罗大亨来做不是更合适吗？他那么肥，正好运动运动。嗯，上次求我的是罗大亨吗？是你好吗？你这个人口口声声说是哥们儿，做点事就唧唧歪歪的。哎，这不是小天吗？又钓到一个，还挺有本事的。小天儿，小天儿，小天儿。哎，大嫂，你买菜啊？啊，小天儿，这又是谁家的姑娘啊？哦，她是石阡土司王家的长姑娘。土司的女儿。你好，大嫂。长姑娘好。哎，大嫂啊，可不是你想的那样啊，我们俩不是那种关系啊。啊，我知道，不是那种关系，也可以回家喝茶呀。走，长姑娘。哎，长姑娘，来来来，不是累了吧？我再喝茶。大嫂，哎，回家干嘛呀？喝茶。长姑娘，快坐，快坐，快坐啊！哎呦。你是土司的女儿啊？哎呦，哎呀，这个家太小了，真是委屈你了啊！不要嫌弃 不会不会，给你倒杯水啊！哦，谢谢大嫂。哎呦，长姑娘，土司的女儿，来喝水，喝水，长姑娘。谢谢大嫂。这些东西都是送给我们的吗？啊，不是，大嫂。哎，真是太客气了，长姑娘。啊，不客气。哎呦，谢谢啊。哎呀，哎呦，真是太大方了。我说儿子，这姑娘又是谁呀？哎，是不是她上回说的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土司的女儿，那种土皇帝的女儿？我在大牢里装二弟的时候。见过他一回，他跟上回那个姑娘是一起来的。看情况，有点麻烦。展姑娘，跟我们家小天儿什么时候认识的？哦，我跟他呀，嗯，有些日子了吧。我俩是在晃州认识的，然后去了湖县，后来又去了铜仁。然后从铜仁又回到了湖县相逢，哟，又相逢啊！哎呦，真是缘分，缘分。大嫂，你说什么呢？啊，我跟宁儿，我们俩是共过生死的好兄弟，啊，对吧，宁儿？啊，对，啊，好兄弟。你看，你看，哥们儿也是好的呀，祖司的女儿，哥们儿好。喝水啊！啊！长姑娘，你这发簪可真好看。啊，这个，不是蝴蝶的那个哦。哎，宁儿，哎，大嫂，你头上不是插着呢吗？你还要啊？不是，我说。我说长姑娘簪子好看而已，送你大嫂。哎，送给我了啊！哎呦，小天你看，土司的女儿好大方。谢谢长姑娘啊！长姑娘，你帮大嫂戴上看看，好不好看？哦，哎，来。好看吗？好看，小天好看吗？啊！哎呀，真是好看！里边请，二位里边请。我跟你说，表妹，女人嫁丈夫这个重要性不亚于第二次投胎，能不能投个好人家？你说重不重要？想当初
那娘子还不是比较喜欢他那表兄，这眼看成了别人盘里的菜，还不是被我一口吃下？这几年下来，我那娘子滋润着呢，早就忘了自己的青梅竹马是谁了。长姑娘，这男追女隔座山，女追男就隔层纱呀。宁儿姐姐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也不知道做什么好，但还是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我跟宁儿，我们俩是共过生死的好兄弟，对吧，宁儿？对，宁儿，咱们是好哥们儿，对吧？你干嘛？啊，不好意思，那个我大嫂这个人就这样，她太市侩了，还要了你簪子，要不多少钱我赔给你吧？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那是我心甘情愿送给大嫂的，我觉得她戴的挺好看的，反正我平时也不怎么戴，我觉得她还挺适合的。哎，你这怎么还有些男人的衣服呀？你给我。你做的，你还会做针线活呢？来来来来，看看展小姐的手艺啊！哟，这件衣服怎么穿啊？一边是大人的，一边是孩子的，快拆呀！给我，挺适合你。哎，干嘛？等一下，给你戴上。哎，干嘛去？哦，我给东叔带了点换洗的衣裳。哎，这个东叔我觉得真奇怪。整天玩他那个破虫子，我感觉他跟蜘蛛有血缘关系。你再说，姚天，你给我脱下来。不脱。你到底脱不脱？不脱。你再脱，我揍你了啊！哎，我不脱，我就不脱。你赶紧脱吧。我不脱，我不脱，你再不脱，我揍你了。不脱。展妮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他会不会是想把生米煮成熟饭啊？那个。我们是不是该回避一下？回避什么呀？哎，你们看，这是展大小姐做的衣服。姚天，你到底脱不脱？我先笑着再脱。我要跟你绝交！哎，我脱给你不就完了吗？怎么还火了，大哥？女人，去去去去去！来来来，使！给我！劝什么劝？走了，哎，大哥，